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这样唱圣哉颂，请大家一起唱圣哉颂。Oh,
章十到十一节说道。诗篇二十九章十至十一节咁讲。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最美妙的歌声来歌颂赞我们天上的父神。弟兄姊妹，让我们用最美丽的歌声去颂赞我们天上的父神。Time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一帮属你的子民。天父上帝，我们这一帮属你的子民。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在这殿中聚集。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在这个殿里面聚集。我们用诗歌来表达对你的赞颂。我们要用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你的赞颂。求主你能够亲自悦纳。求主你亲自的悦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过去一直的保守和看顾。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一直的保守看顾。带领着我们教会走向兴旺。带我们教会走向兴旺。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去传扬主你的福音。带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去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求你那里的福音让这个 社区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主啊，求你的福音在这个社区里面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去寻找那些未曾听到主你福音的人。去寻找未曾听见你福音的人。父神啊，临近圣诞。神啊，你的灵是大。临近圣诞。你临近圣诞。临近。我们的对你有各自有说不尽的感谢。我们对你有说不尽的感恩。因你眷顾世人，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因你眷顾世人，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拯救世人。拯救我们世人。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来敬拜主你。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主你。更是你的恩典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主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求主亲自在当中引领教会的事工发展。求主你在教会里面引领我们的事工发展，更在我们当中引领每一位属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灵命和成长，更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命成长。我们同样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儿童，我们同样为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将他们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就将他们完完全全的仰望在主耶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的带领，无论在他们的学业上或者成长的道路上，求主带领他们无论在学业或者成长的道路上面，都有主你的真理来关照他们，都有主你的真理去光照他们。主啊，我同样为今天未能来到教会敬拜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主啊，我们同样为到今天未能够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去献上祷告。主啊，无论他们因什么的原因未能来到的，都求主你一一的保守看顾他们。不论他们是有任何的原因来不到，求主你都是亲自的保守看顾他们。我们同样为着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肢体软弱的、灵命软弱的献上祷告。我们同样为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肢体软弱、灵命软弱的献上祷告。求主你来医治和扶持他们。求主你去医治扶持他们。求主你赐给的麦的传道你的话语降下。求主你亦都系赐俾我哋 Pastor Mike 你嘅话语，使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同得益处。叫我哋听嘅、讲嘅同得益处。我今天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我哋今日简单嘅祷告系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英文。跟住系英文。将由我来起，弟兄姐妹回应。主席启，弟兄姊妹回应。创造的主，我们称谢你，你善待万民，复辟一切你所造。因此，我们要传说你的荣耀，要谈论你的大能。拯救的主，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你扶持跌倒的，扶持被压下的。怜悯的主，我们因你欢喜快乐，你保护一切爱你的人，在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信实的主，你临近所有诚心求告你的人，敬畏你的，你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我们所读的这个起因经文，之后以主祷告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我哋花少少嘅时间去思想头先嘅经文，跟住我哋用主祷文去结束我哋嘅祷告。让我们一同来读主祷告文。在天上的父，愿两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天的正道经文出于《帖撒罗尼迦前书》5:16-24。今日正道经文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5:16-24。我们请林秋雷弟兄为我们读出。我请林秋雷弟兄读出。我哋一切有尘世嘅话，第十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嘅祷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耶穌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要凡事察驗，是美的要持守，惡人的惡事要禁戒不做。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不忘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打照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事實的話，常存在我們心中。弟兄姊妹，請起立。弟兄姊妹，請起立。有时候基督的信仰也有点奇怪，可不可以呢？啊，
在法國一個很出名的神學家德日俊神父，在法國一個很出名的這個神學家德日俊神父，德日俊神父，他曾經有講，他曾經說過，他說喜樂是上帝同在一樣你不會認錯的一個標記，他說喜樂是上帝同在你不會認錯的一個標誌，事實很真的，其實是很真實的。耶穌基督降臨，耶穌基督降臨，就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就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如果神今天真的與你和我同在，如果神今天與你和我同在的話，有喜樂，有喜樂，是不是一定會出現的？喜樂就一定會出現嗎？今天除了剛才那段經文，我都會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頭兩章的經文。今天除了剛才所讀的經文，我也會與大家分享路加福音的 一段的經文。裡面很多的人都經歷或者需要面對他們選擇的喜樂，裡面的很多人都需要面對和選擇他們的喜樂。天使叫祭司撒加利亞要歡喜快樂，天使跟撒加利亞說要歡喜快樂，很多人都會因為他的兒子施洗約翰的出世而要喜樂，很多人也會因為他的兒子施洗約翰的出世而要喜樂。當他太太伊麗莎白見到瑪利亞的時候，當他的太太伊麗莎白見到瑪利亞的時候，他胎裡面的施洗約翰就跳動歡喜，他在他腹中的胎儿施洗就跳动欢喜。慧言团契好熟悉啦，慧言团契很熟悉的。玛利亚话：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救主为乐。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当施洗约翰出世，伊丽莎白同身边所有人都一同欢乐。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一同欢喜快乐。连牧羊人、天使都话报起一个大喜的信息。连牧羊人都说报给他们一个大喜的信息。降临期耶稣降生真系要喜乐。降临期的时候真的是喜乐。系咪呢啲咧？是这些东西吗？你买咗圣诞礼物未？你们买好圣诞礼物了吗？预备咗圣诞大餐未啊？预备好圣诞大餐了吗？基督徒我们都会参与这些圣诞庆祝，我们基督徒都会参与这些的圣诞庆祝，不过我们的喜乐是不是都是建基在这些的开心的 party 礼物食物的上面？但是我们的喜乐是否就只是在基于这些礼物大餐上面呢？你跟我知道不是的。 你与我都知道不是的。更深你会问这个问题，更深 来问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你和我身处这个世代，今天你与我同处于这个世代，并不是之前这些图画那么色彩斑斓，并不是像图画上面的那些色彩斑斓，反而是这些灰暗的颜色，反而是这些灰暗的颜色。就在耶稣降生的那个伯利恒，就在耶稣降生的那个伯利恒附近约旦河和地中海这个加沙的地带，在约旦河附近和加沙地带，有超过180万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有超过180万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数以万计人伤亡，数以万计的人伤亡，失去家人，他们失去家人，失去家园，失去他们的家园。圣诞对他们今天的喜乐有什么意义？圣诞对他们今天的喜乐有什么意义呢？对乌克兰仍然都是被俄罗斯攻占有什么意义？对于乌克兰仍然被俄罗斯攻占有什么意义呢？对你和我今天仍然可能有家人病重，对于今天如果有家人病重的，仍然担心我们的子女很多的问题，仍然担心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问题，仍然担心自己继续在英国生活很多的挑战，仍然担心自己在英国生活有很多的挑战。圣诞降临期真是有我们重新发出的喜乐吗？圣诞降临期真的有我们重新发出的喜乐吗？今天就从路加福音一二章里面，今天就从路加福音的一二章当中，这三个人有共同的经历，这三个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祭司撒加利亚、耶稣母亲玛利亚和牧羊人，
祭司撒加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牧羊人，他们共同都经历被天使加百利显现同埋传话。他们都共同经历了天使加百利显现与传话。都有提及喜乐。都有提及喜乐。都有提到喜乐。在这三段经文。在这荧幕上面的三段经文，我们找到天使显现有些他们经历的共同特征。我们找到天使显现的时候有共同的特征。首先是描述那个人的处境。首先是描述那个人的处境。跟着讲那个人的反应。接着讲那个人的反应。一些情绪。还有他们的情绪。跟着进入讨论他里面内心想着什么思考。接着进入讨论他们内心的思考。最后是他们的回应。最后是看他们的回应。一起看看这三个人。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人怎样经历和实现那份喜乐，怎样经历和实践那份喜乐。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临在在我们当中，求你临在我们当中，触摸我们的内心，触摸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真实现在的情绪，我们真实现在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历，就是一个经历你喜乐的场景，就是在经历你喜乐的场景。求你在我们心中说话，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说话。奉主名求，奉主的名求。阿门。阿门。先睇个场景，先看一下这个场景。当时撒加利亚，当时玛利亚佢被天使加百列显现。当时玛利亚被天使加百利显现的时候，在哪里？在哪里呢？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场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场景，只是小小的加利利一座城，只是 一座很小的加利利城，不出名的一座城，不出名的一座城。Norwich 我不知道算不算很出名，我不知道 Norwich 算不算出名呢，但是都是一个小城市，都是一个小城市，没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的。天使显现带来的喜乐，天使显现带来的喜乐，竟然在一个小城市出现，竟然是在一个小城市出现的。看另外这两个人，看另外两个人，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当时做紧乜嘢咧？他当时在做什么呢？翻紧夜班，他在上夜班，喺祭司作为祭司喺神面前执行紧职务，作为祭司在神面前执行职务。突然间天使就显现，突然间天使就显现了。牧羊人，牧羊人呢？又是翻紧夜班，也是在上夜班，就是他普通很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是在普通很平常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祭司服侍神的人，不论是祭司服侍神的人，无论只是一个小平民，不还是一个小平民。耶稣的喜乐在哪里让你经历？耶稣的喜乐在哪里让你经历到呢？就是当你没有想过的地方，就是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时候，就是在很普通的时候，你炒紧餸，你可能在炒菜，照顾紧你的仔女，在照顾你的孩子，你翻紧工，你在上班，帮紧一个人，在或者在帮一个人，揸紧车，在开车，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咁嘅处境，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处境，天使突然间出现，天使突然间就出现了，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耶稣降临带来的喜乐，耶稣降临带来的喜乐，可不可以就是这样在你生活的普通一个场景，可以在你生活的一个普通的场景当中发生吗？在你没有想过的时候发生吗？在你没有想过的时候发生吗？第一点跟大家反思，第一点与大家一同反思的，原来耶稣降生给我们的喜乐，原来耶稣降生带给我们的喜乐，是跟你今天的处境紧扣起来，是与你今天的处境是相扣的。你担心紧你仔女嘅读书或者人际关系吗？你担心你子女的读书或是他的人际关系吗？你记挂紧外地一个年老嘅亲人或者一个病重嘅亲人吗？你记挂在远方的亲人或是病重的亲人？你为紧教会一啲事情而挂心吗？你为了教会的一些事情而挂心吗？你记挂住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唔公义同埋邪恶？去伤害紧人吗？你还在想到世界还有很多的不公义和邪恶的事情？耶稣带来的喜乐同呢啲嘢
是有直接关系的。耶稣的降生是与带来的喜乐有这些很直接的关系。刚刚往年翻天家很出名的美国一个作者 Timothy Keller 牧师，说到去年已经回到天家的一个美国很出名的一个作家 Tim Keller 他曾经这样说，他曾经说过，他说当其他的世界观带领我们去，他说当其他世界观带领着我们，当他说当其他的世界观带领我们的时候，活在生活当中的开心事情，活在生活当中开心的事，但是预备定将来有很多痛苦，但是预表着将来有很多的痛苦。基督的信仰很不同，但是基督的信仰是不同的，他给我们基督徒给我们人有能力，但是基督徒给我们有能力，就身处拥抱在我们这个苦难的世界的当中，就是身处在我们苦难的世界当中，而仰望住品尝住未来我们会经历到的喜乐，而会品尝到未来我们将要经历到的喜乐。这个是基督降临期给我们的喜乐，这是基督降临期给我们的喜乐。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一个什么处境？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个处境是你真实经历基督给你的喜乐的地方，这个处境是你今天真正经历基督带给你的喜乐。彼此紧扣，彼此紧扣，紧扣的。不过面对着苦难，难免有负面的情绪。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难免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面对很多担忧，有很多的担忧。好似佢哋三个一样，好像他们三个人一样。天使显现系咪好开心嘅事？天使显现是不是很开心的事？唔系噶，不是的。撒加利亚佢点啊？撒加利亚他怎么样呢？佢好惊慌害怕。他很惊慌害怕。虽然天使叫佢唔好惊，所以天使才告诉他不要害怕。天使叫佢唔好惊，即系佢真系好惊啦。天使告诉他不要害怕，他真的很害怕的。第二个人嘅情绪反应系点咧？第二个人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佢系好有福嘅，最有福嘅女人喎。她是最有福气的女人。佢一样系咁惊。她一样也是很害怕的。天使又系叫佢唔好惊。天使也是叫她不要惊慌。牧羊人有冇唔同？牧羊人有没有不同呢？都系一样。牧羊人也是一样的。天使嘅荣光一出现，佢哋就好惊。天使荣光显现，天使的荣光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天使又系叫佢哋唔好惊。天使也是告诉他们不用害怕。点解有呢个共同嘅经历嘅？为什么会有共同的经历呢？天使显现唔系一啲好好嘅嘢嚟嘛？天使的显现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吗？听到上帝嘅信息唔系好好嘅咩？听到上帝的信息不是很好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和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和软弱。当上帝用我们没有想过的方法出现的时候，当上帝用了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方法出现的时候，当他容许我们的生活、家庭和世界经历我们没有掌握的变迁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家庭和世界经历过一个没有冇想象过嘅变动，没有想象到的一个变迁的时候，我哋有时都好惊。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害怕。天使冇话惊系错嘅。天使没有说害怕是错误的。即系话唔使惊。只是告诉他们不用害怕。不过未讲完嘅。不过还没有讲完。有冇留意到天使讲佢哋唔使惊嘅原因分别系乜嘢？有没有留意到天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的原因？区别是什么呢？天使同撒加利亚讲唔好惊，因为你嘅祈祷已经被听见。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叫玛利亚唔使惊，因为神已经让你蒙恩。叫玛利亚不要怕，因为神已经让你蒙恩了。叫牧羊人不用怕，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了救主。
告诉牧羊人不要害怕，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原来叫你唔使惊。原来告诉你们不要害怕。唔系非人性嘅。不是非人性的。好体谅我哋嘅处境嘅难处。是很体谅我们处境的。不过想你同我发现多一样嘢。不过想要你们跟我一起发现多一样的东西。原来上帝已经介入咗你同我嘅处境。原来上帝已经介入到你和我的处境当中。你嘅祈祷上帝听咗。你的祷告上帝已经听见了。你和我生命是蒙恩，你的与我的生命是蒙恩的。我们很多捆绑，很多问题，我们得拯救。我们很多的捆绑和问题已经被拯救。这一种才是不怕背后的真正的基础。这些原来都是不要害怕背后的基础。第二点想跟大家反思的是，第二点想与大家一同反思的是，耶稣基督降生带给我们喜乐。耶稣基督降生带给我们的喜乐，是很明白我们身处的软弱和限制，是很明白我们身处的软弱和限制。我们现实当中真的有很多困难，我们在现实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困难，很多情绪，很多的情绪，有担忧，有担忧，有失望，有失望，有惧怕，有惧怕，也都有自责，也有自责，有时很努力去控制这些情绪，有时候会很努力的去控制这些情绪，却知道是没办法，但是却知道是没办法的，不过死顶死顶但是都是一直硬撑的，你们明白，你们明白的太好了。上帝没有逼我们去否定我们复杂的情绪，上帝没有叫我们去逃避我们复杂的情绪，而喜乐这种经验，与喜乐的 这种经验，不是独立抽出来的，不是独立抽出来的，不是凭空的，不是凭空的，就是在你这么复杂的情绪和困境的当中，就是在这么复杂的情绪和困境当中，让你经历喜乐，让你们经历到喜乐，不是自己骗自己，不是自己骗自己的，因为真实经历，是要真实经历的。上帝已经回应了你的祈祷，上帝已经回应了你们的祷告，你会找到你蒙恩的地方，你要找到你蒙恩的地方，还有祂的救恩是为你身边所有的人，而且祂的救恩是为你身边所有的人，是视乎你听不听得清楚，是视乎你听不听得清楚呢？无需要否定自己复杂的情绪，不需要去否定自己复杂的情绪，无需要逼自己开心，不需要逼自己开心，不过听清楚，不过要听清楚，耶稣降生，耶稣的降生就是回应了你和我的祈祷，就是回应了你与我的祷告，就是介入了你和我的困境，就是已经介入到你和我的困境，就是让你蒙恩最大的力量，就是你蒙恩最大的力量，就是使用你向世人展示这个救恩，就是向使用你向世人来展示这个救恩。上帝已经介入，上帝已经介入了，是看你怎样去经历，是看你们怎么样的经历呢？所以跟着问你这个问题，接着问你们这个问题，你认真答自己，你认真的回答自己，你相不相信上帝已经在你的生命介入了，你们是否相信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介入吗？他在你哪里，哪个人，哪件事介入了，他在哪里，哪一个人，或者哪件事介入呢？上帝听了你的祈祷，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使你蒙恩，使你蒙恩了，使你身边的人都透过你可以经历这份喜乐，使你透过身边的人和事都经历到他的喜乐。就算我们仍然有很复杂的情绪，就算我们仍然有很复杂的情绪，仍然软弱和限制，仍然软弱和有限制，仍然有软弱和限制，都仍然可以经历这份喜乐，都仍然可以经历到这份的喜乐。不过都关跟着你怎么想的，不过都关乎于你是怎么想的。啊，讲多这一句先，讲多这一句。在英国的圣洁运动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张伯斯，
在英国圣洁运动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Jonathan。佢系十九世纪嘅。他是十九世纪的人。佢曾经咁讲。他曾经说过。圣经讲好多有关喜乐嘅。圣经当中提到有很多关于喜乐的。不过从来都冇讲好开心的基督徒。但是从来没有提过很开心的基督徒。系咪开心？是否开心呢？视乎啲事情点发生。是似乎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但系真正嘅喜乐。但是真正的喜乐。系唔需要被发生咩事情所影响。是不需要被任何发生的事情所影响。记住。记住。耶稣基督佢有真正嘅喜乐。耶稣基督他有真正的喜乐。佢话。他说。佢会将佢喜乐俾我哋每一个。他说他会把喜乐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让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基督降临，基督降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在你里面，在你们里面，就是让你在复杂的情绪仍然经历基督同在的喜乐，就是在你复杂的情绪当中仍然经历到基督的喜乐。但我哋用乜嘢思考嘅角度亦都好紧要。但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思考角度呢？唔系净系情绪嘅。不单只是情绪。睇下佢哋三个点样谂。看一下他们到底三个人是怎么想的呢？都有啲共通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天使同撒加利亚讲。天使跟撒告诉撒加利亚。你同你老婆都咁老。你跟你的老婆都已经这么老了。但仍然都会生个仔。仍然都会生一个孩子，其他人会因为他去回转，其他人也因为他们会回转，父亲转向儿女的心，父亲转向儿女，父亲转向儿女的，儿女转向父亲，儿女转向父亲，人是会因为他悔改，人会因为他们悔改。撒加利亚说，撒加利亚说，不要玩啊，不要搞了，我几多岁啊，我都已经这么老了。曾經有人咁樣同阿 Pastor Mike 講過，曾經也有人告訴 Pastor Mike， 你仲可以生個細佬妹俾阿 Moses 你還可以生多一個。你明撒加利亞嗰個反應啦？你們都明白撒加利亞的反應啦？唔好玩啦、啊！不好玩啦、啊！我同我老婆都咁老，我跟老婆都已經這麼老了。每次我咁講，老婆都會鬧我。每次我這麼說的話，老婆都會罵我的。其實。就算耶稣的妈一个这么明顺利的心意不停地去思考神的话，其实就算他一直去玛利亚去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仍然都是一样这样的思考，他仍然有同样的思考，不过刚刚相反，不过刚刚相反，不过刚刚好相反，撒加利亚伊丽莎白太老没得生，撒加利亚、伊丽莎白，他们太老了，没得生。玛利亚没出嫁。玛利亚还没有出嫁。又怎怀孕呢？又怎么能够怀孕呢？好合理啊。很合理的。所以他都想。所以他也想到。跟天使讲。他对天使说。我都没出嫁。我还没有出嫁。怎可能有这件事啊？怎么会有这事呢？好合理啊。很合理的。今天你和我都有很合理对现况的思考。今天你和我都有很合理对现况的思考。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庆祝圣诞。庆祝圣诞。就环绕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的庆祝。就围绕在教会四面墙的庆祝。好像昨天 Coffee Morning 很开心的圣诞庆祝。就好像 Coffee Morning 和圣诞庆祝很开心。在教会里面进行。在教会里面进行，但一去到教会四面墙以外，但是出到教会四面墙以外呢，很现实，很多问题，很现实，有很多的问题，都是没办法的，都也很麻烦，怎可以有喜乐，怎么会有喜乐呢？虽然撒加利亚和玛利亚两个都有共同的这样的回应，虽然撒加利亚和玛利亚都有同样的回应，但心里面其实很不同，但是心里面其实是很不同的。天使后来说撒加利亚因为你不信他的话将会成为人花，撒加利亚说因为你不信我的话你就会变成哑巴，玛利亚却不同，但是玛利亚却说
佢好知自己係邊個。我知道我自己是誰。我係上帝嘅仆人婢女。我是上帝的仆人和侍女。就算我唔明，就算我不明白，邏輯上合理，邏輯上是合理的。你係主人，你是主人，你講乜嘢？你講什麼？你說什麼？我都會跟住去做，我都會跟着照做。願你嘅話成就喺我身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同样都是那个逻辑的挣扎思考。同样都是逻辑的挣扎和思考。想不明。想不明白的。不过有很不同的反应。不过他们两个人的反应是很不同的。第三个更有趣。第三个更有趣了。不要忘记这班牧羊人。不好忘记他这一班的牧羊人。他们是谁？他们是谁呢？贵族。贵族吗？有钱人。有钱人。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有得话事。有很多的话事权。通通都冇。全部都没有。就是普通在一个生活日常生活里面的星斗市民。就是很普通的一些小市民。但是竟然上帝透过天使向他们显现，将这个信息带给他们。但是上帝透过天使的显现，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的时候，跟着天使走咗啦。跟着天使走了。你系牧羊人，你会谂乜嘢？你会牧羊？如果你是牧羊人，你会想到什么呢？我就会咁谂啦。我就会这么想啦。我哋系咪有集体精神错乱呢？我们是否有集体精神错乱呢？或者系咪有人恶作剧整蛊我哋咧？是不是有人恶作剧的这样子，故意的整我们呢？如果系现代嘅话。如果是现代的话，就梗系古电视台嗰啲恶作剧嘅节目，就是那些恶作剧的节目，揾着我哋搞，就是来捉弄我们。有乜理由咁重要嘅嘢关我哋事？是否这么重要的事情能够关乎我们的事呢？听完咪算咯，听完就算了吧。继续看羊啦，继续的来看羊。但系佢哋冇，但是他们没有，竟然即刻咁样讲。然后竟然就立刻的反应到，我们立刻去伯利恒，我们立刻去伯利恒看下所成就，留心啊，是所成就，他们知道已经成就了的事，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上帝跟他说，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然后接着16节，接着是16节，他们立刻就去，所以他们急忙就去了，见到玛利亚和约瑟，见到玛利亚和约瑟，同埋马槽嘅婴孩，还有在马槽当中的婴孩耶稣，竟然咁唔同，竟然是这么的不同，同样都系唔合理嘅，同样也是不合理的，可以唔合理就拣唔相信，如果因为不合理就选择不相信的话，可以唔合理，但系仍然觉得我系仆人，一定会跟同会相信。同样是不合理，但是我选择相信。不过要等候，就是要等候。可以即刻想都不想，可以立刻想都不想的，跟着就去做，接着就去做了。这个就是第三点想跟大家反思，这个就是第三点我们想要与大家一同反思的。耶稣降生的喜乐，耶稣降生的喜乐，和你内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与你内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很多不明白，有很多的不明白，有很多其实你知道，不过其实不是很信，你知道，但是其实你不是很相信的，不是很敢说出来，不是很敢说出来的，但是真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认真在这些不同的处境，我们要认真在这个不同的处境当中想下，去想一下，其实你信不信，其实你信吗？你信不信上帝可以改变你和你身边人的心？你相信上帝可以改变你和你身边人的心吗？你信不信上帝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苦难，但仍然有很多恩典？你相信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恩典？你信不信有很多你不明的问题，但是背后有上帝的心意？你相信你有很多不明白的事，但是背后仍然有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这样的一回事。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这么回事。人是想不通。人是想不通的。觉得没可能。觉得是不可能的。觉得我不应该信和不应该跟。
觉得他们不应该信。撒加利亚不信。撒加利亚不信。不过不是经历不到的。不是他没有经历到。只不过要等。只不过他要等。玛利亚。玛利亚同样。他信。他相信。他顺服。他顺服。牧羊人一听到。牧羊人一听到。即刻去做。他们立刻去做。你会是哪种反应？你会是哪一种反应呢？你想不想经历这份喜乐在你复杂的处境里面？你是否想要经历这份喜乐在你复杂的环境当中？你选哪种反应？你是哪一种反应呢？最后一点。最后说一点。喜乐原来不单是一种情绪感觉。喜乐原来不单只是一种情绪。其实喜乐是一种行动。其实喜乐是一种行动。你有没有做这个行动？你有没有做这个行动呢？代表着其实你想不想得着这份喜乐？代表着你是否想要得到这份喜乐呢？看他们什么反应。看一下他们什么反应呢？撒加利亚不信。撒加利亚不信。出到去殿的外面。出到圣殿外面。跟其他人讲不到嘢。跟他们。跟其他人却不能说话，成为了哑巴，成了哑巴。好像刚才就讲，就好像刚才提到的，他不是经历不到这份恩典，他并不是经历不到这份恩典。最后施洗约翰都出世，最后我有看到约翰的出生，他有经历啊，他有经历到，不过要等，不过他等要等，在等的时候，他觉得做不到什么。不过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觉得做不到什么，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其中一种行动是，其中一种行动是，当你和我有时不够信心去相信，当你与我有时候不够信心去相信的时候，上帝要你和我等，上帝要你我等，不是没恩典的，并不是没有恩典的，不过你要等，不过你要等。第二个人，另外一个人，玛利亚。玛利亚，他说我就是主你的仆人，愿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他说到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话成就实现在我身上。有一句在这两章里面常常重复，有一句话常常在这两章重复。玛利亚反复思考，玛利亚反复的思考，他相信，他相信，他愿意成就，他愿意拯救。他反复思考，他反复思考，他反复思考。牧羊人，牧羊人，他们即刻去伯利恒睇，他们立刻前往伯利恒。找到的时候，他找到的时候，就将睇见的，就把看见的同天使讲论这个孩子的说话就传开，就把天使谈论这个孩子的话就传开了。听见牧羊人的说话都觉得很诧异，听见牧羊人的话他们都觉得很诧异。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什么呢？喜乐不单只是一种感觉，喜乐不单只是一种感觉，可以与你其他复杂的情绪共用，可以用你与你其他复杂的情绪共用。喜乐也都是一种行动，喜乐也是一种行动。当你信的时候，当你相信的时候，跟着去做的时候，跟着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经历喜乐的过程，其实就是你经历喜乐的过程。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的喜乐，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的喜乐，同你今天在圣诞节听完信息之后，与你今天在圣诞节听完信息之后，你做什么行动？你做什么行动呢？是息息相关，是息息相关的。你说这个传道人耶利米，美国这个传道人耶利米，他这样讲，他说到，他说基督徒的喜乐，他说到基督徒的喜乐，就是让基督将他的生命完全活在我们的当中，就是把基督的生命完全的活在你的心中，使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自己，使我们都能成为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常以为道成肉身，我们常常认为道成肉身是一个神学概念，是一个神学的概念，是一个圣经的内容，是一个圣经的内容，
是一个一次性的行动，是一个一次性的行动。耶稣基督降生就是道成肉身啊，耶稣基督的战胜就是道成肉身。那今天呢？但今天呢？当你传福音，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告诉别人听，你告诉别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告诉别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未信的人问你，还没有信的人会问你，耶稣在哪个肉身？耶稣是，耶稣的肉身在哪里？耶稣的肉身是哪里呢？他就从你有没有将这份喜乐活现出来去分别。他也就是有没有把这份喜乐去活出来，那你去分辨呢？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在这么多苦难？为什么基督徒仍然有这么多的苦难？世界这么多困难。世界有这么多的困难。心里面有这么多情绪。心中有很多的情绪。思考这么多不明白。思考很多不明白的。仍然这么确实相信喜乐带给我们的能力。仍然确信的相信喜乐带给我们的能力，去成就上帝要我们成就的，去成就上帝要我们成就的，去宣扬这个救恩给更多人认识，把这个救恩宣扬给更多人来认识，那里就是喜乐的展现，这就是喜乐的展现，不是开心的开 party， 不是开心的开 party，不是让自己复杂的负面感受麻木下来，也不是让自己复杂的负面的情绪麻木下来，是真实在一个复杂混乱和犯罪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个真实复杂犯罪的一个邪恶的世界当中，仍然相信上帝介入，仍然相信上帝介入，用行动，用行动去活出这份喜乐，去活出这份的喜乐。耶稣基督降临带给我们的喜乐，耶稣基督降世带给我们的喜乐，在降临期的应用，在降临期的应用，首先请大家，我们仍然继续可以拥抱我们的处境， 我们仍然可以拥抱我们的处境，不需要忘却，不需要忘却，继续向上帝祈祷，继续的向上帝来祷告，继续问上帝为什么，继续的问上帝为什么，亦都可以体验我哋喺复杂情绪嘅当中，也可以在我们复杂情绪的当中，仍然可以享受同埋经历呢份喜乐，仍然可以享受经历到喜乐，因为你有得拣，因为你有得选，你有得拣点理解上帝俾你嘅应许，你有得选上帝给你的应许，唔同嘅理解，不同的理解，带俾你唔同嘅反应。带给你不同的反应，同埋不同的行动，还有不同的行动。而你想展示真正的喜乐，而你想要展示真正的喜乐，不是回去问自己开不开心，不是回去问自己开不开心，是真实相信上帝介入你和我生命，是真实的相信上帝介入到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有足够的恩典和盼望，我们仍然有足够的恩典和盼望，向世界身边每一个人，向世界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真正喜乐，告诉他们我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今天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因为今天我与你分享这个好消息。你今天预备好没？你今天预备好了吗？你打算在今年的圣诞节，你是打算在今年的圣诞节跟哪个人去分享这份喜乐，与谁跟一起分享这份喜乐呢？你用什么方法跟他们分享？你有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他们一同分享呢？送份礼物同佢开 party， 送一份礼物跟他一起开 party 吗？即还是你都愿意进入佢嘅苦难，或是你愿意进入到他们的苦难当中，佢嘅挣扎，他们的挣扎，佢嘅情绪，他们的情绪，让佢经历，让他们经历到有上帝介入嗰份真正嘅喜乐，有上帝介入的那份真正的喜乐，你会点拣？你会怎么选呢？我哋一齐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不单因为我们敬拜着你，不单我们在敬拜你，因为我们的心转向你，因为我们的心来转向你，我们向你打开，我们向你打开，听完今天的信息，听完今天的信息，我们打开自己的心，我们打开自己的心，真实面对自己的本相，真实面对自己的本相，我
我哋有複雜嘅感受。我們有複雜的感受。有唔明白嘅地方。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哋都坦然無懼。我們也坦然無懼的。嚟到你嘅施恩座前。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让你亲自介入我哋嘅生命。愿你亲自介入到我们生命，活出一份，活出一份世界唔明白嘅喜乐，世界不明白的喜乐。但系多谢你，神啊，感谢你。呢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透过我哋，可以透过我们经历呢份真正嘅喜乐，经历这份真正的喜乐。求主使用我哋，求主使用我们。奉主名求，奉主的名求，阿门。阿门。我们感谢主，透过 Pastor Mike 的口，将喜乐的信息告诉我们。感谢主，透过 Pastor Mike 将喜乐的信息话俾我哋听。弟兄姐妹，你们喜乐吗？弟兄姊妹，你们开心喜乐吗？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少不了喜乐哀愁。其实我哋每个人身上都少唔到呢个喜乐同埋哀愁。特别在这混乱的个环境当中，处境当里面。特别咧喺而家呢个世界混乱嗰个处境当中。就像 Pastor Mike 刚才所说的。就好似 Pastor Mike 啱啱咁讲。我们为世界而哀愁，为自己的子女生活所有自己的一切而忧愁。我们会为生活子女一切的事情去哀愁。但你们记住，我们有一位主。但是我们有这个基督，我们有主。他是赐给我们喜乐的主。他是赐给我们喜乐的主。那么呢，同唱，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一起同唱。弟兄姊妹同起立。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弟兄姐妹，大声一点，以喜乐的心来唱出去，面对我们的环境。叫我们大家大声一点，一起唱，喜乐的心唱出我们的环境。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跟住咧落嚟咧係奉獻嘅時間。弟兄姐妹，奉獻，無論你獻上的是金錢或者時間，奉獻係無論你獻上你嘅金錢或者你嘅時間，都是神所悅啦。對，神所悅啦。當你不明白奉獻的意義的時候，如果你唔明白奉獻嘅意義，請不要勉強，就唔好勉強啦。讓奉獻的袋子你面前經過，個奉獻袋就喺你嘅面前經過就可以啦。真的希望，但是我自己讲不出口的话，
如果你有朋友，你就又講唔出口嘅話，很想跟他分享福音，好想同佢分享福音。明天就不用自己來講啦。聽日咧，你唔使講啦。牧師明天來。傅牧師咧，聽日會嚟。你帶他來就可以。帶佢哋嚟聚會。中午12:00。12:00。啊，我們正在這裡有一個福音聚會。就係呢度有福音聚會。傅牧師跟我們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題目。傅牧師聽日嘅題目係非常重要。啊，就是這個聖誕禮物神子耶穌。聖誕禮物神子耶穌。我们一起在这里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去有一个祷告。什么呢？祷告你脑头里面哪有哪个人你没有带他来的，今天晚上给他一个电话，好吧？好，我们现在都会积极，今天晚上会打一个电话祷告。今天晚上呢，我们都会打一个电话，邀请一个人来这里，我们就为这件事情去祷告。即係我哋嘅腦裏邊咧，都記起一啲我哋有需要嘅人，求你幫助我哋為佢哋去祈禱，亦都為自己去祈禱，讓我哋可以打電話去俾佢哋，去邀請佢哋嚟到我哋嘅當中。讓我哋真係明白到你就係嗰位帶領我哋嘅上帝，願你就幫助我哋，願一切嘅事情喺你嘅腦裏邊係與我哋係同連著一齊。因為你的聖靈要圍繞我們的當中，這一刻我們一起去禱告並不是個人，而是每一個弟兄姊妹一起去祈禱的時候，我們有聖靈與我們同在，所以我們在個人的座位的裏面，我們都呼求聖靈幫助我們，或許我們覺得自己，或者我們覺得自己都是不夠能力去讓福音，去真係讓人透過我哋能夠真係收到，但係我哋絕對有能力嘅，去為別人去禱告，為到佢哋能夠接受福音去禱告。若果我哋心裏邊呢一刻有一啲人，我哋想像，我哋知道，我哋明白，佢哋係要福音嘅，我哋今晚就打個電話俾佢，並且聽日我哋可能揸車，可能陪佢，可能同佢一齊12:00嚟到呢個教會嘅當中，我哋深信上帝你有嘅帶領。願聖靈去幫助我哋，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度禱告並唔係孤單，並唔係一人，而係呢個教會願意用愛去匯聚各方嘅朋友，以愛去同佢哋分享。聽日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嘅時候，主求你教我哋點樣禱告。主，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有咁嘅空間，我哋一齊去禱告嘅時候，讓我哋嘅心完全嘅依靠你，讓我哋全福音嘅心智再次向你去高舉。願我們知道，我們在這裡，我們不是自己去相信就足夠，我們還要去幫助別人，去讓他們有機會去親近你。主，求你幫助我們，我們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好，那以下有個時間呢，就要交給三名姊妹，那跟我們分享一下呢2024年嘅，你走嘅，你不是在翻譯了嗎？你要不要？那我講普通話好了。OK， 弟兄姊妹們平安，等一會主內平安。時間過得很快啊，時間都過得好快，過了多幾個星期，我們就要到2024年了。好快咧，過幾個星期咧就係2024年啦。如果有參加我們過去2年的讀經這個運動的話，都知道我們其實呢是在今年的10月尾已經結束了2年的讀經計劃。如果咧有參加我哋2年嘅讀經計劃，已經知道咧我哋10月尾嘅時候咧已經完成咗呢個2年嘅讀經計劃。那我们明年的读经灵修又是怎么样的安排呢？咁明年读经灵修系点安排呢？灵命成长部跟传道就商讨了之后，我们就找了这个的香港读经会的每日读经释义。我哋咧同阿传道倾咗之后咧，就揾咗香港嘅读经会嘅叫做每日读经释义。释义吓。每日读经释义呢，是一本阅读圣经的这个辅导的指引，是一本阅读圣经的辅导的书来的。我相信大家对于读圣经呢，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方法。可能呢大家呢对读圣经呢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可能有时候读到圣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疑问。
但是可能弟兄姊妹将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少少疑问的。你会想到这节经文其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能你会想这节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这节经文怎样帮助我去改变或者是影响我的生命，又或者呢这节经文怎样可以帮助到我去改变或者影响我的生命呢？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2024年的这个灵修读经的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2024年的灵修读经计划。我们会是以一个 PDF 文件的报发在那个读经计划的群组里面。我们呢会用一个 PDF 的一个 file 呢就是在我们全年读经的组那里传开。然后他你看见这个虽然是太小了，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清晰，它会有日期有主题，然后它有一些释经，它有日期有主题也都有释经、yeah. 所以我希望呢大家都会踊跃的来参加，盼望大家都会踊跃参加，因为你或许在对于读诗篇箴言或者是一些比较难明白的一些摩西五经，可能你对诗篇箴言或者摩西五经有些不明白的地方，那这个的这个读经计划确实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个读经计划呢实际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读经计划呢其实是要付钱的，这个读经计划呢实际我们教会要给钱的。但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呢在灵命上也追求，我们是愿意承担这个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是教会承担，弟兄姊妹呢只要参加就 OK 了。我也透露一点点，这个我们明年2024年教会全年的主题的上半部，明年2024年教会全年的主题的上一句，其实呢就是追求灵命齐成长，追求灵命齐成长。所以我希望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盼望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我们都一起来在灵命上追求成长，我们都是能够在这个灵命上面去追求成长。如果你已经在我们读经计划里面的那个群组呢，你可以就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如果呢你在个读经群组呢，但是你又想了解多一点可以找三名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注册就是加入我们的那个群组的话，你也来找我，会把你加入到我们群组里面。如果你未加入这个我们 WhatsApp 这个全年读经这个群组呢，你可以找三名姊妹，那么他可以加入你的。有没有OK， 谢谢。继续留下来，继续用你的用的发音啊，有三个啊，大家留意啊，今年最后一天我们还有主日崇拜。我哋今年咧最后嗰日咧都系有主日崇拜。那天的崇拜有一点特别。嗰日嘅主日崇拜咧有一啲唔同。那一天的讲员不是我，也不是 Pastor Mike。当日嘅讲员咧，我同埋 Pastor Mike 都唔系。也没有什么嘉宾讲员。亦都冇嘉宾讲员。那一天啊，正度正道什么？正道什么？正道的时候不是我们两个 pastor 来说的。正道咧就唔系我哋两个嚟讲嘅。那一天是见证分享。嗰日咧系见证分享。是你们的。邀请大家去分享。我邀请大家在这两个星期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咧喺呢两个星期里边。可以先在家里面再准备一些你这一年感恩的事情。喺屋企里边咧，你去反省一下，谂下你要感恩嘅事情。大概可以在3到5分钟。3到5分钟。跟我们分享。到时候咧就同我哋一起分享。但是我又特别的注意一点。大家咧要注意一件事情。站在这里，我们是感谢神。我哋企喺度系感谢神。有些时候你也会感谢一些人咯。有时候咧，你都会感谢一啲人嘅。但是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供应。但系咧，我哋咧喺度，我哋要真系要感谢神。所以喺生命里边俾我唔同嘅供应。请大家预备一下。
请大家呢回家祈祷。在当天我会把你在最前排的平常也没人的在前排的这种排的人也在坐在一个一个那个上台。那天呢就第一排呢全部留返晒给分享的弟兄姐妹。到台上面做跟大家分享。那天呢可以就上来同大家分享。好，预备一下啊。好，预备一下。好另外呢灵命成长部呢在2024年第一规亦有一个成人主义学。全年读经这个小组呢2024年呢有一个成人主日学。你知道吗我说普通话不好所以我又学。是的因为我普通话麻麻地所以要学。大家跟我一起学那个成人主义学大家同我一起学这个成人主义学明年刚才三平姐妹跟我们说那个明年的全年主题就是明明齐成长明明齐成长所以我就邀请大家我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学普通话一起学普通话好吧好吧第一位我们有第一季有一个一到三月我们有两个课程一到三月呢我们有两个课程咁呢在今天呢在门口我们可以报名啦门口嗰度呢可以报名详情就去逼我办台详详情就看报告完真的有些难搞多谢大家忍住我谢谢好那么就荧光幕上面都有现金啦奉献的金额咁求你天父教我们怎样去使用求天父教我们怎样去使用我们要祝等文美主祝福和向天天上主恩去结束今天的崇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上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有我哋一家上天天上主恩嘅时候，我都彼此祝福。你可以去到你身边嘅朋友嗰度，祝福佢。愿主天天恩惠。我哋今日会唱两次啊，即系喺下雨啲。唱两次啊。之后今天崇拜结束